港片我蛮休闲的游戏，那也是一个比较奇怪的游戏，但它也是算一个恐怖游戏类的。叫做什么名字？叫小偷模拟器 ，Safe House Simulator。好，话不多说，我就开始吧。又来了，天！广告真讨厌。然后这人看那个主人一家，开了辆车走人走掉了，那准备先偷东西去了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跳掉吧。这广告真的是花花绿绿，看着大街上啊，星空好美好美啊，星空啊，北欧一样的。这作者是 United 的，他也是属于北欧那一块的，所以他也做出这种星空，这树摇摆，哎呀，这效果做得非常不错，画质很高的，说加上很多光的就更好了。但这儿我们这儿是目前漆黑一片的啊，在外面。得先进门去找到手电筒。进门打不开。这个游泳池，我操，这门可以自动关上了。这次拿到手电筒了。还疯狂偷东西，电视偷了，哇，800块一下子，这两个拿不掉。先让钱给拿掉，还有个电视，这些钱都拿掉。然后这里看，好，目前2000多块，画也拿掉，这还有个花瓶，一楼应该没啥东西，我们上二楼，上一幅画先收掉。到右边房子三楼进去看看，一样东西也偷不了。这房子好穷啊，
这话也脱不了。让我们再往这里面看。那咱们整套房子都搜好了，然后才搜到这么点钱，有点伤心啊。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？到现在才4820块钱，这还有幅画，只是说咱们还没死。说的太仔细看了，那咱们再仔细看看。心上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讨厌你？钱是不是？关键是这到底总有这点东西，根本偷不到多少东西。算了，咱不说了，咱们今天到这里吧。